我今天所举办的是这个幼儿园以及国小的这个小画室绘画比赛啊、这个绘画比赛是我们举办的第二届啊，嘛是今已经发展到咱全训练馆的所有的小朋友啊，我的国中啊以及高中啊，就是这个童子军团哈啊，来自三县市，咱训练馆、嘉义馆、嘉义区啊，这个。将近有十团的童军团啊，来为阮这个石湖溪回海啊，来搭建这个地景艺术哈啊。阮的这一次的花海哈、哦，不单单只是白天可以来赏花啊，暗时来哈，阮、哦、的以阮这个童军所搭建的这个地景艺术哈，暗时阮拢有灯光啊，为着要配合着啊，咱这个2017啊云林灯会啊，所以阮石湖溪海我嘛用灯光。啊，来诠释安尼。